东西在。都是跟方南一样，他们气把都给引起来了。自己创业，做温水的讲看从枕头到哪张。嗯？他不喜欢躺枕头。哎呀，跳床。不是光床，床上被子都没脱。没脱呀。小家没手机。还在睡，去吧，爸给你打开睡了。嗯。那边。一年之计在于春，一日之计在于晨。该是什么意思呀？人家这叫到春茶，当然就随意时刻写了，知道了没有？啊。回别地方了。不紧张了，你要悄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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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悄点好了，就这。嗯。你都是爹的。现在吧。你都是爹的豆腐，亏人爹这说了还。你爹了好久。啊。豆腐块儿。这个干也七八多。嗯，除了那俺爹抽死了，比猪还抽了，俺又跟他修整修整，俺本来爹那就会点成这些豆腐块了。朋友们，早上好，今天是星期天。有没有睡懒觉啊？一定要记得吃早餐。最近头两新晚上吃上了蒸鸡的。嗯。蒸牛鸡的。蒸开了，我觉得好香哦，它嫩了都不呢。今天的时间比较充足，所以熬了粥。一般我们每天早上都是喝汤。头两为了星期天回去做手工了，省得下午再挖去。嗯，平常妈妈家起蒸早点。对，说对了。是不是要爸爸家起不来？煮好锅晒了，锅老晒蒸盖必要口感好，别锅都烂了。你直接不盖包三门呗，你再这个困。不动，什么不动？水开了放了呗。是的，不是要的。这样是放的。就 OK 了。俺们做呀，要写的确实。好，你都住在太简单了吧？还得刷题，还得讲故事。好想念以前这个小时候哟。呀，现在吧，俺俩人。逛咱少回来。逛些书就怎么住？累死了。我上到农村去这边就更有味。农村咱去上边有驴吧？这都不来。都被横着写了，做我正着写了，其实是了。谁教给你？他倒着写，做那个写更快，动不动。这谁教给你这种方面的？啊，自己教自己的。你自己方便了？嗯。能去当老师了？你。爸爸，考你个问题吧。嗯。四个小正方形能不能拼成一个大正方形？能啊。错。嗯。应该四个相同的才对。呀，你这就太干了。明天试试。他绝对不会动了，这是啥心？哇！说给他不写了，吃好了。嗯。吃了跟那豆腐那样的。弄了，弄了亏嘛，又不叫我铲，弄了亏。你铲铲不多，谁不想铲？铲铲不多。一、二、三、等七。哇，还有一面啊！还有这鸡蛋，最下的鸡蛋。好冰，还有窝头。对，喜欢吃肉吃肉。你都病治病了，就吃那窝窝头吧，那不是窝窝头，那是醋了。嗯，你都吃下这个咬了一口。你都两好吃了，你记得？那小时候咋样了？
不行，你都再学，老师吃饭时都眼都走了。白鸟的秋和一张舞，旱地和跳土，谁知盘中餐，一节辛苦。对。刚刚钱好紧。不用钱了，要跟都过来了。我好给能分，我给能分。明明就要吃了，妈妈叫叫哥哥妈咪哟。你俺叫叫你吃了呢。我是给你这是烧鸡蛋了，你都吃了鸡蛋过多了也不好。给你们有刀有好的有玉米，可吃了点小的。谢谢。不用谢。俺很少加这种白色的玉米。嗯。糯玉米。再过几天，咱的玉树叶就能吃了。嗯，太好了。嗯，你自己种了，肯定甜。那肯定的。为啥那天别再别再？嘘，哇，可以了，王姐，俺们老板，王姐，没得。咱家到店后是咱辣椒那放了煮出来，结果就倒进两分钟煮饭喝的。你出去倒一个。嗯。一会儿回去我能看闹钟。我俺去收了。你我到，俺今天走的。哼。我干啥吧？我倒用好了，你前面没说要补充的。我没说要补充的，你倒用好了就说呗。我主要就写进了，然后就把家的经营存放着，一样一包着，那毕竟喂一下就这，是吧？嗯，这就这写的比较详细。嗯。回去交给老太舅，一下子就妥了。嗯。赶紧啊，伯哈，写完了，收拾东西回家。等起来。谢谢。要也高兴，你把吃爸爸的，要也不对，俺吃爸爸的。哥哥就不喜欢吃苹果，吃爸爸给老妈妈吧，以后。吃完说了可后乱人哈，帮我爷爷奶奶打扫卫生，幸福的。